体育课和语文、数学、外语课一样，体育课上教会了健康知识，教会了基本运动技能，教会了专项运动技能，不练习是掌握不了的。语文要布置作业，将来体育课也必须布置作业。现在要把文化课的作业减下来，但体育课的作业必须加上去，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的学生掌握运动的技能。